漫画要是还不成功，我就劝你卖卖话剧，摆摊为生得了。洪荒，地球得一镜像，名曰镜星。两星若双子，山川河流、草木人物如出一辙。镜星生发镜元灵珠，使万物有灵，无形幻化。天地之心为人，人魂不散为鬼，物之性灵为妖，阳之精气为神。夫镜元灵珠，乃四界之宝，兽以之走，鸟以之响，日月以之明，星力以之行。凡得灵珠者，上可成仙，下可得天下，世间万物得偿所愿。这种玄幻小说文笔，你好意思说是古书？哼，我爸造假都不能认真点吗？哎，半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。你爸买古董借的8万块什么时候还？利滚利已经12万了，再不还，砍手还是砍脚你自己掂量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停机，请查证后再拨。Sorry,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out of service. 我看你走到什么时候？第99个催债人了，我得想办法凑够门票钱。我要和学长爬山。衬衫很帅气啊。求真相，哎，你别发原图啊，
我要省流量。你也真是够了。找他们索赔。哎，什么东西？这洞里难道有神兽？高兴一场。
么重？肉多有福啊，连我都砸不死姐。再撑着点啊！喂，喂，哎，你上来了没啊？刚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，大家都说你被坏人给绑架了。我说不可能吧？你这一没钱二没色的，到哪儿都挺安全。我不去了。什么？周景学长在，你都不来啦？不会真被劫持了吧？一言难尽，我现在腾不出手，先不说了，挂了。哎，等等，那学长要是问起来，我该怎么说呀？你随便找个理由嘛。好了，拜拜拜拜啊！平安，夏葵同学怎么还没有到？他不会出事吧？学长，小葵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。别怪我狠心，我实在没钱给你付医药费了。收获，我在你家买的翡翠镯有明显的染色痕迹，冒充诺种都不像啊！我要退款。亲，我20块钱的避火手镯，你愣是砍了半个小时的价砍到15块，再加上20块的顶级祖母绿宝石戒指，35块的孔雀蓝宝石项链，20块的清代翡翠耳坠，全给您打了5折，不到100块的东西，我还给您包邮了。小本生意，求别为难。亲，5星好评，下次更优惠哦。卖家人品恶劣，东西差不说，还欺骗消费者，说是进店可以享受5折优惠，但实际上只打了7.5折，还要求5星好评，请大家抵制这种妄想通过不正规渠道来增加人气的店铺。如约而至，静元灵珠，全然感知不到灵珠的气息。
千年变化如此之快，人类已将黑夜几乎变成了白昼。这个世界终究非属我族。似乎是个人类女子破了我的结界，难道灵珠在她手上？现实，我定要尽快找到灵珠。不会吧，这么滑！千，你别吓人好不好？你个淘宝店不好好卖东西，直播恐怖片啊？你今日做了什么？难不成你都忘了？我今天去爬山，不小心掉到了一个山洞里，发现一只萨摩耶，然后……啊！你难道是那个狗的主人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我真的不是诚心砸死他的，我把他放到医院门口就跑了，是因为我实在没钱。休养啰嗦，你的东西我还给你，我的东西你也速速还我。是什么东西啊？你项上戴的静元灵珠。灵珠？是这个吗？只要把这个给你，你就走了吗？正是。还！我现在都给你啊！我给你。为什么我又要取下灵珠，心脏就像炸裂了一样？果然，
你已成为了灵珠的宿主，灵珠与你已经是一体了。那我会怎么样？取下灵珠，你便会死。灵珠是我的，我自然要拿走。那我的小命岂不是也被你拿走了？你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我说了吧，我阳气很重的。是灵珠在保护宿主。看来只要有灵珠的保护，他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了。不过宿主一旦死亡，灵珠便会重新做主。何人在此作怪？是微波炉。微波炉？微波炉是何妖物？是家用电器。电器又是何物？是。工具。电器是工具。微波炉是专门用来热饭的工具。这位兄台远道而来。舟车飘啊飘飘的，也很劳累了。我刚煮好了酱牛肉，要不要尝一尝？带路。肉是从此物中变出来的？是啊。这里面变出来的肉可好吃了。为了保命，只能用珍藏的牛肉拖住你，早晚都要让你还回来。别以为凭一点食物就可以打动我。长得跟人似的，又能飞，又能操控物体，吃起东西来跟屠狼一样，又说什么灵珠，又要我的命，跟个外星人一样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这位兄台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那里的肉不仅好吃，而且量特别多，想吃多少就有多少。等你吃饱，我再把灵珠给你也不迟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，何方神圣？但是咱们的实力悬殊，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。你说的那个地方应该是九四吧。所以说，您是一只狐妖。嗯。那个长得像萨摩耶的胖狐狸。宝相庄严的狐狸是您的真神，灵珠是您修仙的宝物。您已经入定修行一千年了，就在只差一天就要位列仙班的时候，被我莫名其妙的撞破了结界。天哪，世界之大，无妖不有。狐狸大仙兄台。我叫白霄。一点礼貌都不懂，
要不是看在你是只妖怪，分分钟灭了我的份上，本姑娘立刻给你卖到野生动物园。白霄，这个名字好啊，仙风道骨，一听就是正义的伙伴。那你慢慢吃，我去结一下账。你好，37号桌的顾客还要继续用餐，一会儿我俩的单他一起买。好的，欢迎下次光临。钱，不是借钱，平安，你听我说，吓死我了，我差点死了，我得去你家住几天，我不敢回家。啊，不借钱，借住啊？你阳气那么重，肯定死不了啊。我这儿还有事儿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拜拜。你哎。解决完了他，下一个便是你。原来是蝙蝠妖啊！他死了吗？
出来。快。是我动手，还是你自己取下来？我少做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逃了。二十四年前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你选个死法吧，好歹你请我饱餐了一顿。不要啊！你求你再给我三天的时间，你走开狐仙，啊，无牵无挂。能活千年万年，三天对你来说只不就是弹指一瞬，但是对我一个小小的人类而言，真的是无比珍贵啊！起码也能让我料一下后事儿啊！被我杀死还是自己以死谢罪，要不自己来好了。这杨河镇镇长周路文受害人说出言说此刻陆中杰也自己来说，俗话想怼。你给我三天时间，我一定带你吃遍这一千年来人类烹制的各种美食，酱肉、香肠、生煮素盘、熏鸡、白斩、清蒸八宝猪、酱饼、酿鸭子、罐野鸡、罐耳省、卤神酱、卤子鹅、香鸡、兔脯、莱芒、银鱼。好吧，给你三天的时间，三天之后我必定拿走灵珠。哎，好，你放心，鸡鸭鱼肉绝对管够。哎，那今年不在这三年之内吧？再过一个时辰，第一天就过去了。终于找到你了，白霄呢就是一个比较高冷，然后呢没有经过世事的一个千年的狐妖啊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过因为我以前养过仓鼠，然后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喜欢这个带毛的大型的动物，所以说我只能从这些小的动物养起，所以说我还期待以后养一些像大金毛啊，这个松狮之类的大型的，或者是猫科动物。爸爸，你是自由的。爸爸，你好，爸爸好，救命！你不是我的，你是架空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意图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无望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寂灭的。周杰。
安上去就好了。来，好，咱们现在又尴尬了。5+1，5+1，5+1。6+6。贼尴尬。我的，只要带钱就够了。钱什么？空的。我不是你的，我是空空。